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闻风听雨知天下》。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是世界上最罕见的眼睛，仅仅只600人拥有，网友表示价值不菲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中国人的瞳孔颜色一般都是棕色的，而欧美人大多数都是蓝色的眼睛，但不曾想到世界上还有人拥有紫色的眼睛。但在很多人看来，绿色的瞳孔就已经非常稀有，但没想到紫色的虹膜全球仅有600双这样的眼睛，概率仅1000万分之1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据了解，其中一双值700万元，它的拥有者就是伊丽莎白泰勒，很多网友看后纷纷表示价值不菲。据了解，伊丽莎白泰勒就以其紫眼闻名。伊丽莎白泰勒出生于1932年2月27日的传奇女王，一生极具传奇色彩。她拥有高贵的气质，完美的外表，在好莱坞中依然是一颗闪亮的星星。尤其最为让大家迷恋的，就是伊丽莎白泰勒有双迷人的紫罗兰色眼睛，一举一动明眸善媚。为此，她还为她的眼睛买了100万美金的保险，折合人民币将近700万元。不得不说，伊丽莎白泰勒这一双紫色的眼睛真的是非常的美丽。她从小就是因为这双眼睛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。在很多人看来，紫色的眼睛真的是很漂亮。其实除了非常好看的紫色眼睛，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别致的眼睛，比如模特莎拉麦克丹尼尔的阴阳眼，她的眼睛一个是黄色，一个是蓝色。对此，大家是不是也想自己也拥有一双独特的紫色眼睛呢？不过现在只能靠美瞳来实现了。好了，本期是